早上起来的时候还有雾呢，对，现在还散开了一点。嗯，好看。准备出发了，走了吗？行，但是各位宝藏团的成员们，我们在去往千户苗寨之前有一个游戏。游戏？这个游戏叫甜蜜的负担。甜蜜还要负担吗？为什么要玩游戏呢？因为这个东西决定着有一组人会获得一个奖励。六位嘉宾分成三组进行默契猜词的考验，限时是3分钟，最终答对个数最多的队伍将获得苗族的最高礼仪。猜词是吗？对，嗨，这个行啊，我喜欢。我们还有一个条件，我特约播出。我们在去往千户苗寨之前有一个游戏。猜词是吗？对，嗨，这个行啊，我喜欢。我们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在表达的这个人嘴里边最开始要先塞5个棉花糖。5个？对，每答对一道题嘴里边多增加2个棉花糖。嗯，答对一个要加2个棉花糖。对，所以它叫甜蜜的负担嘛。他是哦，对啊。那行那行，那分组。OK， 开始。5个。含住啊，含住。准备，3、2、1，开始。5个。高。2个字。辣椒。昨天记得好多个数，最高活1000年。1000年的树，好几件，我都知道了。我知道。第一个字是，不用试，头发掉了叫什么？秃山。对。第二个是，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天？阴雨天。我们要去过年，苗年。第三个字，苗年节。苗年节，刚说四处水鬼哟。战狼。我猜不下。哎，你又可以了。哎，你可以。那个字。挤眉弄眼。可以。这有默契，这可以。这可以，这可以。好难啊！厉害。来，开始下一组。我脑袋有点笨，有点害怕。哇，他还有，你看人家会把它捏成一个。你这个属于没有说不可以啊，玫瑰的边缘徘徊。聪明哈，就把它捏扁了。计时开始。我们昨天去的那个民族，他们都会唱什么？唱苗歌。一个。快！他刚飞机旁边。现在对年轻男 idol 小鲜肉。哎嗨，这么好猜！快点！你塞在鼻孔里。四个字，是不是？四个字。高山绿水，绿水。漂亮，高山绿水成语，漂亮。高山水和。高山什么水？这还不知道吧？高山流水。哎，好，妈呀！你好像仓鼠呀！呀！啊！放进嘴里，不能掉在外边。最后3秒，3、2、1，放弃了。势在必得，好不好？势在必得。好，准备计时开始。不玩了。你才第一轮。第一轮已经不行了。要不还是我来吧。你来。
哦，你倒是说呀，你别挂哦啊，时间一个字过去。你为什么找最长的？这里是不是有短的？上来先来八个字，来。昨天晚上。昨天晚上。因为有人过。什么？晚上。昨天晚上。房间里面、嗯。房间里面有什么？应该就是丈夫。丈夫。你说什么？什么？什么？是什么？你很动情？房间里面动情？房间里有动情了？你在房间里对谁动情了？我哪知道在房间里跟谁动情？你别喷我呀！你们这没毛病。我来好吗？我来。五个啊，看好了，一二三四五啊，五个。过。你们的好难啊。雪儿。同学。同学跳。跌。掉。对，我干嘛了？掉进田里。田。水坑。水。水池。还有四十秒，努力一下。我时间到。宝藏团，哎，不是宝藏团，为什么你拍自己的肚子呢？爆！我们现在最终的结果是熊子琪、沈月四个，孔雪儿、林杰妮三个，华少、尤长靖零个。接下来熊子琪、沈月将前往西江千户苗寨去接受你们的奖励，可以出发了。好，一开始有种去郊游的感觉，来看看郊游来。不过我们去感受那个节日，据说那个节非常盛大。对，我们赶上了。就是不同的苗寨，它是根据自己家的寨老决定的，就是今年啥时候过年。寨老的权力好大，他想哪天过就哪天过。对，掐指一算，本周适合过年，休息两天。所以我们今天去的就是千户人家都会参加，是吗？会有很多很多人。对，待会儿呢，我们要去参加苗年节。今年的苗年节刚好是赶上13年一次的五脏节，那我们也太幸运了。苗年是雷山苗族同胞一年一度最为隆重的节日，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年期间，芦笙吹动，苗家妹子舞姿翩跹，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寄予了苗族人民对农耕丰收的期望，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到了哇，我要跑了，我上阵了。沈月女士，你的最高礼仪已经准备好了。我不要下去了。来吧，开始表演。两位来吧，来加油。13年一次，怎么我赢了，我要承受这么高的礼仪啊？然后他们两个坐在板凳上，接受高山流水。哇，洗礼是什么意思？洗礼是什么意思？是他们把酒往我们身上泼吗？发型完了，发型完了。谁先来？我去了。你脱什么衣服？也不用脱衣服。子琪，你脱什么衣服？我害怕呀！我的妈呀！
你干什么？哇！这个叫高山流水哦，一个个倒下来的。哇！一直喝吗？无限循环。我的妈呀！他喝的速度没有倒的速度快。说什么酒不停，歌不停，酒不停。好了，歌停了，歌停了，歌停了。你真的还好吗？打了个嗝。我受到了最高待遇的洗礼。太壮观了。吓到了，我和沈月马上想上车跑，一人一壶从上面一个一个像接力似的倒下来，我真的吉祥的光笼罩着我，在那一刹那，我就是世界上最吉祥的人。好，谢谢，辛苦了，谢谢，谢谢。我们往里面走了吗？对，可以到里面去了。哦，坐车进去，还要坐这个小车。哦，哇，好暖！哇，暖和，好棒，好棒！哎呀，喝嗨了是？喝高兴了，对，喝高兴了。非常欢迎你们呢，来到西江千户苗寨呢，来旅游观光。我叫梁家啊，今天我陪你们逛苗寨啊。哦，谢谢梁家。那我们这个苗寨它是在2008年的时候开始旅游开发，目前呢它是一个4A级景区。我们现在的话呢是有1432户，所以呢叫千户苗寨。可以说旅游没开发之前的话，这里也是有游客的，但是就没有很多观光车呀，也没有观景台啊，又没有农家乐啊，没有民宿的。我们是在2016年的时候通了高速啊，然后高铁的话通到凯里市区，所以你们现在生活条件也非常好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哦，那咱们的这个左手边这里呢，它是美丽西江剧场，咱们苗寨这边呢都有演出啊，有演出，有演出。演出，我这个普通话有点不标准啊，有点野猪了。不是，就你们一个苗寨普通话，一个马来西亚普通话，两个人不好交流。啊，我们山上是有野猪的啊。好，山上是有野猪。对。你看有蓝纹酒喝着的，每个人都喝，好开心啊，真的，真的好快乐。啊，门口每天都载歌载舞唱歌，那肯定是一件快乐的事。天天都在过节的感觉哈。这边的话都是那个民宿，我们家也是做民宿。今天晚上呢，就是我们苗寨正在过一个苗年，邀请你们去苗家过年，啊，吃个年夜饭。我们家我妈妈烤了这个米酒的。哦，恭喜米酒。谢谢师傅。好，咱们跟我一起过去看那边斗牛场。斗牛场。斗牛是苗年期间最热闹的活动之一。苗族是一个敬牛、爱牛、崇拜牛的民族，他们把牛视为健康、力量、勤劳、搏击、英雄的象征。苗家人喜爱斗牛，是长久以来的文化传统。
欢迎大家来到西江千户苗寨的田园观光区。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场地呢，是根据他们当地的习俗斗牛改编的一个游戏。人斗牛还是牛斗牛啊？人斗人。斗牛游戏规则，在嘉宾奶牛服尾部挂满气球进行互踩。第一轮六位嘉宾自行组队进行一 v 一对抗，第二轮每组胜出的三人进行终极对抗，三分钟对抗时间内剩余气球最多者获胜。现在可以自行分组。沈月，沈月你找谁？大家都想找你是吗？为什么？你们不要跟我斗，我就是属牛的，我就是属牛的。哦，好好好。现在的问题就是感觉选谁都会输。亲啊，你看他真挚的眼神看着你。咱俩身高也差不多，咱俩身高也差不多。我要是你，我就把梳子就在他脸上，就不给他插在头上。让他赢啊，让他赢。好好，我跟月月。你们俩啊。我们俩行。第一轮，林杰妮有长进。三、二、一，加油！他不是说三二一了？开始了，开始了，快！友谊就此结束。你干嘛要自爆？你不是是踩我的？踩我的！大哥，加油！加油！你躲呀！加油！不可以用手，不可以用手。啊！有手机还有四个。所以说我还没输是吧？还没输，你还有一个。踩他！加油！加油！加油！踩他！加油！有长进，踩他！噔噔！踩他！啊，好，整个踩下来了。好，我不要赢，我不要赢，我不要赢。喂，是你踩我，踩过的，踩过的。啊！我不要赢，我不要赢，我好累。哎呀，追我呀！好，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耶！我第一次听见一个人，我不要赢，我不要赢。他赢得好无奈啊！第一轮有长进获胜。第二轮，孔雪儿、沈月。月月，你是属牛的吗？是，我今天让你知道谁才是真的牛。雪儿，就这么说吧，我觉得你，我觉得你赢定了。很有我的感觉，我觉得你赢定了。开始，加油，加油！哇，很激烈呀、啊。我好像老鹰抓小鸡。老鹰啊，救救救我，我转晕了。老鹰，沈月就只在转圈，完全没有管这个气球。加油，沈月被绊住了。整个身子都扑上去了，谁压迫他？压迫他！蓝的是不是没了？哦，蓝的没有了。啊，妈妈！蓝的已经没有了。别说了，好累啊！谢谢大家。好晕。哇，女明星和女明星比男女明星打好看多了。第三轮，华少、熊梓淇。
开始。兄弟，得罪了。哥，今天我们过苗年，我不想下手太狠。为了过这个苗年，我打算下脚狠一点。来，加油！来，加油！加油！来了，来了，快跑！怎么突然这么凶？不是说好了幸福呢？说好的幸福突然这么凶，救命啊！踩他，踩他！加吧！哎呀，哎呀！醒醒，醒醒！啊！这这第三轮，华少赢。准备，三、二、一，开始。加油！我们先把有氧劲处理掉，好不好？哎呀！啊！巨大的变化！啊啊！回防！回防！嘿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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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真的好笑！加油！太一心太！已经踩懵了，要不要连我的也踩？最后三十秒，熬过这三十秒，我就赢了！加油！高山流水等着你！高山流水欢迎你！十、九、八、七、六、五、四、呀！耶！啊！恭喜华少，奖励是高山流水。你说，真的，给我一个喜临门床垫，让我睡一会儿。大家玩得很开心，那么我从第三名开始公布，好吧？第三名是谁啊？第三名是林杰妮、沈月、熊梓淇，你们将获得的是。获得的是你们要到苗银服饰店。了解苗银服饰文化，同时要挑选适合自己的衣服，参与今天下午的苗年盛典的走秀。这么好！哇，可以！哇，可以！好喜欢第三名，就没有输得这么高兴的时候。孔雪儿，有长进，要到古藏头家准备今天下午的长桌宴上的菜品。做菜是吧？辛苦了，我们去走秀了，获得第一名的高山流水，从那座山开始流。他获得的是啥都不用干，啊，就享受呗，独自浏览苗寨的风光。哇，给我找个洗脸盆睡一会儿，谢谢大家。孔雪儿，不要给人家添麻烦。孔雪儿，我给你做巨辣巨辣巨咸巨咸的菜。哼，我们去时装周了，我随便逛一逛。没有目的地。这里有好多拍照的，非常多。
在吗？你好，你好，你好，立马插吗？想买的。好，这是你们家自己种的吗？是啊，是你。快来要。孙子，那身体好得很哎。老太太，您今年多大了？77了。77了，精神得很。是的，这些都我的不打饭。现在就很漂亮，奶奶，现在就很漂亮。你漂亮。奶奶晚上这个长桌宴啊，什么菜是一定要烧的？我买一点，我叫他们去做去。不，你们大家去我家去啊。去你家去啊？但我们人多，我们好几百人嘞。不怕的哦。那奶奶，你现在日子过得真好哎，几百人去你家吃都不怕。不怕的。待会去你家吃啊，奶奶啊。去吧。去啊，待会去你家吃。送皮啊。啊。待会儿晚上我们有那个长桌宴的，你也来吃了，成吗？好不好？好，待会儿见啊！好，奶奶，待会儿到我们这长桌宴见，好不好？啊，好，长桌宴见啊，奶奶啊，健康健康，谢谢，我先去逛逛啊，啊啊。接下来体验一下鱼酱酸的制作过程。好，好，好。先把辣椒，切碎，然后再。到里面把它剁融，然后再拌料。好。我们要切多少啊？这个，我们要把那里切完。这个，这个啊，可以的。那长寿宴就什么寓意吗？寓意第一就是说好，大家欢快在一块过明年，可能会来很多客人，我们预计不到的，就是说可能会几十个、100个、200个都有。我们最多就是说千人长寿宴，大家一块举起杯，共庆明年那种高呼那种欢笑声，很喜悦。哎呦啊！太可爱了，不好意思。有赏金已经魂儿都丢了。好可爱，我特别想哭。看着这两只小狗狗打架，我想跟他们一起玩。我们拌鱼酱酸，这是米酒吗？对对对，我们自己弄的哎。我们先把它拌到里面去。米酒那种感觉。喝米酒。啊，全部倒，再加盐巴，这个花椒，还有秘制些调料，还有小鱼，白酒，搅拌一下，把它搅拌一下，这要搅拌均匀，对吧？啊，搅拌均匀。这是就把它封起来啊，封多久啊？封2个月，啊。制坛就是我们2个月前弄的啊，然后它会过2个月后，它就会像这个一样，我变成那种汤汤水水的感觉。啊，对。好，我们做鱼酱酸汤鱼，拌，再放点，好，好，鱼啊，然后再加一些调料，然后再加些豆芽，这样，好，我们现在起锅。然后我们会把这些菜品全部搬到长桌宴去，你们先去看一看。好好好，等等我见。好，等一下。拜拜拜拜。就是这儿，佳佳度假酒店。你好，有人吗？有人吗？有。哎。你好。你好，哎，请问这是梁佳佳吗？对。是吗？啊，阿姨你好，你好，你好。我早上见过他，他说这是他家，说我可以来看一看，他在吗？啊，在楼下。在楼下是吗？楼下。哦，好，那您带我去好吗？好，谢谢。那您现在是住在下边？现在我是住在下面。这生意好吗？好。还可以。还可以。祝贺祝贺祝贺。来。哦，在这儿呢。哎，梁佳，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这是梁爸爸，啊，这是我爸爸啊。您看，这唱苗哥，您是情歌对唱男子组第一名啊，对对对对对，哇，歌王在这儿呢，这我大伯，来，我们坐一下，哎，好好好，谢谢谢谢。哦，我们现在住的这一家人住多大面积啊？大概是100平方左右。上面这个楼是什么时候盖的？这个楼是什么时候盖好的？2015年吧。以前我们就一直出在外面打工，然后西江的那个旅游开发了，我们就回家来，把房子，老房子拆旧建新，然后慢慢的就好起来嘛，生活就富裕起来了。然后翻新了以后什么时候租出去呢？好像是2018吗？2018年。对，那租出去以后是不是收入就更多了？那是啊。你看多久，那是啊。我特别想听听这个大哥啊给我们唱唱这个情歌，您给我们先唱一句，我们听一听，唱一句。叫做飞鸽调哦，专门的一种调门。对，你看这是13年一度的古藏节，情歌第一名。咱们这两天不是过苗年的嘛，是不是？平时儿女这样回来方便啊？哎，现在坐车方便嘛，去哪里了？早上去，晚上都回到家了嘛。哦，以前出去那会儿不方便啊，以前都走路啊，都走路，一天一天的，从早上起的，那到晚上才到，没有通路的，就是这种。哦。那咱这样，咱们一会儿长桌宴上说好了啊，您来一来，好不好？好嘞，谢谢谢谢谢谢大叔，谢谢。好像是到头了吗 ？Hello，Hello， 华少，你好。这么巧？对，你好。我们也是杭州来的。啊，你也是杭州来的哦，火云火云。啊，好的好的，再会啊。哎，要不要拍张照？啊，好嘞。一下子有点懵，你知道吗？嗯，谢谢。好，再见，再见啊，拜拜。哦 ，Hello， 来，来。你好，哎，亮亮，您是古藏头吗？哎，我就是古藏头。你好，你好。哎呀，哎呀，久仰久仰，久仰久仰，久仰久仰。要不到这边坐一坐？啊，行，咱们到看看啊。哇，就可以看到您的所有苗寨的全貌了。嗯，对。这边的感觉就不一样。这是一个大阳台。你每天在这儿喝苦茶？对。新疆千户苗寨呢，它自古以来是分成四个村啊。我所在这个村叫做羊排村啊，因为苗族啊，它是一个迁徙的民族嘛。传说就是说，老祖宗以打猎的方式到对面山头了以后啊，看见这一整块凹地，就觉得这个地方啊，四面环山，是很适宜人居住的。后来呢，就把整个宗族都迁过来，带过来，然后呢，对苗寨进行了一系列的这个分工分配看垦农田、管农业生产这一块的由他的大儿子来安排，然后我们呢，这个当小的儿子就一直呢在传习这个民风民俗、过年过节苗寨的大事物这一块就传习下来由我们古藏头，古藏头现在来管理。现今的古藏头就是我。那您是第几代了？因为没有文字记载下来所以呢就也不知道几代了已经到苗寨这边已经居住有1000多年了，是这样的。明白明白。来，
咱们喝点茶。谢谢谢谢，这是我们最好的那个银球茶。哦，啊，这就是那个银球搓成那个，对对对对对。为什么叫银球茶呢？哈，就是拿刚刚冒出的那个芽啊，煎那个绒毛毛的那个加工成起来的，它还带有点白色。这个是不是现在也给老百姓致富了？对，这个好得很。哦，太好了。嗯，行，养生嘛，来，健康的，敬您一杯。欢迎到苗寨来啊！谢谢您，幸会幸会。行，咱们长竹宴快开始了，一会儿咱们一块儿长竹宴，好吧？等着我们呢，好吗？行，好嘞，好，谢谢，嗯。这就是我的衣服呀！哇，你穿真的很好看，我觉得这件可以。父老乡亲，还有我们来自远方的客人，欢迎大家到苗寨来参加我们西乡千户苗寨的这次苗年庆典。好，好。接下来将为大家讲述这段辉煌的历史。苗族是一个古老迁徙的民族，他们把服饰看得无比神圣，他们把日月山川披在了身上。好看啊！哦，这些银饰都是我们返乡创业的那龙太阳做的。哇，帅！这是我的，这也是古藏族孙女。这也是吗？是，相当于家庭联欢会，这是。杰尼，妈呀，还可以耶！哇，哦，好看好看，你就适合嫁在这儿，你就嫁在宝藏般的乡村吧，挺适合。哇，口水。哇，神爷！哦，他戴那个耳环是这的银饰。哦。熊子棋吗？藏。熊子棋吗？哇，好酷！好酷！哇，哇，哇！可以，可以，帅，帅！我这个衣服设计好特别。这就是芦笙吗？大的高牌芦笙，高牌芦笙。特别有气势哦！哇，这肯定很重，气势庞大。走，咱们一块进去吧。走，走，咱们一起去啊！来来来，我们加入他们。对对，加入他们。怎么跳的呀？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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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右左看，左
是有个特务，左右踏，左右左踏，左右右左右踏，左右左。咱们去传作业，好不好？吃饭喽！长桌宴是苗族宴席的最高形式和最隆重的礼仪，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各家各户带上桌子齐聚古街，桌子上摆满苗族的传统菜肴：酸汤鱼、腊肠、古藏肉。期间，亲朋好友对酒高歌，欢庆佳节。我的直播间，我的直播间，我的直播间。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我要直播间，看得到我吗？新年快乐！看看那粉丝一直在呼唤你们啊。选择谁在这里呢？在不停的吼，一直在不停的吼。我的直播间，我的直播间。来，熊老师，有奖金老师，有奖金老师，我的直播间，我的直播间。这是百货公司。飞展华百货公司，飞展华百货公司，我的直播间。咱们开始吃吧，来，吃吧，开始吃吧。这单就超赞的啊！铜印当头，真的是要拿这个敲头，互相的。我们互相，好不好？互相给对方。来啊！你先来。一二三，吹响了，吹响了，吹响了，没破音了。好响啊！应该拿这边砸。我俩下手太狠了。来，你先来。这是红运砸，来，看好，红运当头，红运当头，这是吉利的，红运当头。好小，大家都砸了，你要不要红运一下？我红了。那你要不这样吧，我们让百货公司鸿运当头一下，好不好？3、2、1。这是古藏头，是这里的。拽了，拽了。拽了哈。过年好啊！大家举杯，举杯，一人一下啊！好。好，拽老说话了。祝愿西江苗寨，祝愿我们的国家兴旺发达。好。这就是我们做的酸汤鱼。这就是酸汤鱼，你们来。哇，真的像过年，没想到今年我能过两个年。哇，大口喝酒，大口吃肉，过年。从来没有这种场面跟大家去吃饭呢。就我们那儿过年哪可能有这种场面，一家人两桌了不起了。我们也是一家人，我大概3、4桌，可是不那么长。
你好，哥哥，过年好。可以告诉大家你新年的愿望是什么吗？我新年的愿望，干吃不胖。我也是，是不是？我也是，大家都是。就算了，你还。新年愿望是什么？什么？国泰民安。有再见。哎，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呢？再见。我的愿望是，说实话很简单，就是我觉得大家珍惜每一个当下，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身体健康，开心很重要。去年我在节目组就待了6个月，所以过年时候是没有回家的。我希望这次新年愿望就是说可以跟他们一起过年，然后吃我奶奶包的饺子。我的新年愿望就是过年的时候能回家看看，能回家看看外婆啊，看看爸妈。自己答个吧。3、2、1，开始。好，我们现在就准备开始啊。你在苗医那儿，你不是想着抓药吗？这个事你觉得遗憾吗？哦，对，是因为我外婆有类风湿嘛，然后也是很多年了。某一次我就看到她的手关节已经有点变形了，就类风湿的病症已经有点严重了。这次来到苗寨的时候，也听到那个医生说他们那些药对这个病有帮助，所以我就很想在那抓点药。这件事情就是我在这次来录节目中的一个遗憾，就是没有拿到药。好，下边就是对于这个岗位。我吓死了！你们干嘛？你们，我们有个礼物送给你。什么礼物？哦，不是一直就是那个想要给外公的那个外婆的那个。您是骨葬头吗？哎，我就是骨葬头。听说您还是苗医啊？对，有个事儿请求您帮个忙。你说，我有个朋友，他的外婆风湿，说苗药特别有用，那您给我抓一点呗？行，行不行？行，谢谢。啊，这是那个，这是骨葬头给你写的药方。哇，谢谢。因为太忙了，我们没来得及回到那个苗医那里去，所以呢，我们就决定骨葬头也是一位苗医，我们特地到他家里去，让他根据你描述的外婆症状，抓了药。这里是外敷和内擦。谢谢。这样就没有遗憾了吧？没有遗憾了，我没有遗憾了，谢谢。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回忆，他们过年的那个演出，我好喜欢啊！除了内心的那种震撼以外呢，我觉得更多是在现场感受到他们那个热情跟那个喜悦。到了这儿，觉得这人都特别热情，特别爱笑，就是发自内心的那种快乐，那种笑容是我发现最大的宝藏。其实他们现在这里已经很便利了。就我发现其实扶贫真的对他们有很大很大的改变跟帮助，就生活越来越好了，质量越来越高了，就是可以直接拿来销售了。因为这一次确实给我太多太多美好的东西了，所以我还挺期待我们下一站会去哪，会发生什么。这个地方太壮观了，仙境。这里确实很像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你别打我呀！不
来微博放纵慢的乡村话题参与讨论，解锁更多精彩内容。更多节目精彩内容，关注新浪新闻客户端，用百度地图玩转宝藏般的乡村。感谢手机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合作媒体扎卡新闻客户端，安卓壁纸，微博日历，蜗牛新年，怪兽出现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多谢你都瘦成这样了，干嘛不吃啊？你上来。